应该对家人来讲是一种慰藉吧，对，就是安，可能安抚他，也安抚家人的心理这样。对，住户呢？住户也会比较安心啊。嗯、对对对。了解，所以你觉得这办这法会真的有就是达到就是比较安心的功效？对啊，主要可能是人心的部分啊。今天也是跟你